看看闭眼啊，对吧？嗯，然后打哈欠。你只是张嘴，他就已经闭了，就不管你打不打，对不对？那个博士他就是，他嘴就是打哈欠。好啊。嗯。屋子里面识别打哈欠，对不对？这个识别五秒。嗯。五秒。五至六秒时间嘛，反正你看这，它有延时判断。嗯，你低头那些呢？打电话，然后这样看那边五至六秒。哦，这个也要有时间的。对。对，姿态异常。哦，姿态异常是有五至六秒。啊，我以为艾娃。识别了。那行。那叫一。好像就这么几个姿态。你要点起来，来，是这样，不点呀。他不